你是花粉吗？大爷，我是叶公子接来的花粉。花粉呐、啊、How are you, sir? 能干嘛呀？能教一分钟英语。MatePad 11最大的优点是高刷、顺滑、触控、四扬声器。香啊，盖泡面都香啊。人才啊。上一代 P40 的屏幕是90赫兹、6.58英寸、四曲面 OLED 屏。Nice. 这是满意屏啊，华为梗你够不够？我能满意吗？我真的是抖音达人来着，回去我拿手机给您看。Hello, Are you okay? 你小子就是隔壁厂过来搞渗透的。哎，大爷大爷，您听我解释。你们说小白能征服大爷顺利进去吗？点击话题看他能否逆袭。